棕色的肤质呢，就是比较容易晒黑；黑棕色的肤质比较容易晒伤。所有黑美人都必须要有的一个叫做厚厚把油。那这个设计师呢是叫 Eugenia Kim， 这一顶就是 Beyonce 戴过的啊。你知道，就是皮肤黝黑的男生，他们觉得热了，然后慢慢的脱下外套，那时候是最帅的，好吗？脱衣服。我们的节目一下被我做得很奇怪，本来就是要看如何穿上衣服嘛，一直要人家脱衣啊。